好，就算有才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就是，今天是我们的鼓手生日啊，耶！原来那一瓶是给他的，就是表演，他要现场开，就是全台采罐水，对，不然拿水来弄。
醒着回去就是大家的错了，对，然后好，我先进。然后等一下的，刚刚的进度就是要用一首歌叫一口。大家记得提醒我们啊，如果我们表演走完，然后继续弹的话，你就要喝酒喝酒，然后就停下来继续关。他没有醉不能走。好，我们开始。
手的用的方法。Thank you.
贩卖我们的新专辑，川中沙的第二张专辑《白噪音》。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就是交给另外三个人，好，那去台下休息一下。然后周德是要喝酒。喝酒。每次都是林文生乱 cue 我，所以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就是乱 cue 鼓手。生日感言，不要。鼓手平时是一个话很多的、很 talkative 的人，可是他今天顿时语塞。是不是想 solo？ 对，就是其实他很希望就是有一个机会可以，就是鼓手 solo 的机会。还是你希望我们把鼓搬到台下？接下来带来这一首叫做《前十》，然后也是在新专辑拍照的。
几首歌才喝这样，不是很丢脸吗？有没有装忙的？还是台下有人要帮他喝吗？不要，没有这种事，不要。立刻否定哎，你怎么人缘那么差？有人要帮他挡酒？不要，不要。哎，不要装忙，赶快喝好不好？那我没有听在打鼓了，大家想跟你喝醉了。早都在锁鼓有没有？其实已经锁好了。We'll be right back.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Sanjo Sarasuna.